个统计，从2001年到2007年，突然第一年是的，我们是为台湾猪肉，台湾猪肉销售市场，因为台湾猪在新疆大约的台湾多，大多然后台湾猪是受到各种层面的注意的，新的还是进口的？进口关系，进口猪肉更多的是加拿大，台湾几千头吨，日本、西班牙将近1万头吨，美国和几千吨，还有订单，整体来看进口量偏少，因此台湾猪认为开放进口美猪对本土市场影响很大。一般来说，台湾猪肉通常台湾本土猪肉，但是美猪价格上的优势，质量状况相当开心。一旦进口，就把事情搞大。农委会的数据显示，国产毛猪批发价每公斤65元，猪肝和猪肉250元，美国猪肉无论有没有含氮，价格都在72元左右。这看到从对比加拿大猪是65元。但让人压抑的是，海南科特巴也就是78块，不含的是78.9块，竟然价差不到1块钱，不出这种情况之一。来科特巴使用化学药物之后，会影响它的这个饲料来源没有吗？我可能就是从内层的来讲，应该会大到很多哦，不然的话应该没有。嗯，好。一般来说，6公斤的饲料可以换1公斤的肉，使用来科特巴有需要换的饲料量。成本降低一半，估计售价可能会比78块再减1/2提成。如此一来，这便会对市场造成冲击。老板对不断强调，无人爱吃新鲜的猪肉，一年会吃到的进口额是短期内有限，但是猪肉销售市场庞大，加工食品的市场非常多，跟低价也出进到国内，跟业者的业务获利的问题恐怕会增加。对加工业的话，它进口比较多的猪肉，其实它的终端生产还是一样，那它的位置很高的，所以它反正它当然是低，首先它会扩大原来的这个进口量的一个。肉猪加工成食品，不管它做饭炒，都出现这腥味，出锅肉饭还要经过加工包装，并且将来形成运输通道。业者老师在担心，要是各种自然性加工过的猪肉食品，如果要分辨原料食材是新鲜猪肉还是冷冻猪肉，就相当麻烦。我们以猪肉在生产下不知道有哪个要冷冻了，所以要做些我们做出来。那假设是冷冻猪，就是虽然是死亡，但是要冷冻猪肉，对这个那个生活的状况，如果要冷冻猪这样的一个生活，简单来说就是新鲜猪肉并且和肉松。能清楚地看出有些形状，冷冻猪肉的肉松则是粉得松松散散，像是粉末一样。内观则要看是否被剥下猪肉松，可以看外包装，只要有 TFP 就是台湾生鲜猪肉标章。我想说它就要用问题猪肉用不到这一块的线上，我们会有这个，那它其他的加工要这个这一块的猪肉会在这里面就有机会。除了加工师傅打折外，不少民间团体和家长都担心，未来美猪和相关食品会不会流入到学校，不善于进到孩子的口中。因为我是作为家长，对待一个问题，因为毕竟小孩子健康是最重要的。如果要规定的含有来不打的美猪不要进到校园的话，事实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，因为呢，日前教育部援用了学校卫生。这几个应该优先采用国内产区规定，而且只规定在生鲜肉的部分，有严重的方便。一般家长都搞不太清楚，以为这个整块的大猪排，或是母鸡腿，或是那个猪胶、牛柳的，然后像猪柳这些东西，它都是属于生鲜食品，是要不是？那叫做保健食品。那更不要说是有些要加工的食品，比如说我们吃的包子馅儿，狮子头。或者是小吃。以新北市民主多校为例，采访拍摄的这一天，午餐就有炒猪肉片。平常一周出现关注猪肉类主食，比率相当高，因此该如何为孩子把关？我想，什么是学校工作是消费者，他最重要的是会辨识。他只要辨识的字幕见不到，我们会在前面每一天一定把
个月会一个小时的成本，你拍，多半就是两千多块钱，两千多块钱，成本，大部分是他那个，他那个是在那个什么，写成那个，然后而且后面还有他那个表情什么的，这个就有健康上的风险，他看的多亮点。对，我觉得他的肌肉在实际上发挥了一个建议，但肌肉的肌肉部分必须有多少是实体，但要是日式，还是我还是有跳出去的标准。像美国跟澳洲的肉部分不一定是实体，至于还是到历史150-200，我对韩国是很高的。如果你来韩国的话，我希望目前我们是有请他自己的那个国家。我这边的话，你是比较是每个人都在做事，那个我的比较是那种，我一天吃到那个的话，最好要是多吃一点。你不能拿五块钱的牛肉来泡澡吗？因为每个人，因为这个方法比较习惯，饮食习惯就不一样。这个是多余，从这边角度就是表示，每天吃该吃干粮，还有来顿拉的排骨，相信是15-10磅才能超标。孕妇则是要吃一整副的猪肝或者排骨到大腿前减脂，应该感觉这样的孕妇来说吧，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，建议相关单位的检验检测报告必须标准，别把国产猪肝进口猪建立来添加在猪肝高利贷，对，高利贷正宗的情绪。后续在陆续所推出的三倍券网实施效力之后，开始全面大幅推广三倍券。三倍券的政策已经向公共产业带来了。人生路，路在行走。
上。